当年我托你把我跟子辰说的话，你有跟他说吗？见到爸爸妈妈了，终于可以完成心愿了。大概两年前开始，我没几个月就会收到300块钱。没大没小啊，你真的在里面呢、啊？嗯、哦，是我。其实只想拜祭我老婆最后一次，就去投胎了。新剧精选21.0，每逢星期三及四晚上10点两集联播，八度空间跨灵魂交流播出，你也可以下载 TonTon App 收看。